七十个人就是很多，特别是旅游啊，然后这个旅游是可以，甚至是不喜欢做这样的事情，都有，可以适应这个，适应，一个人去差不多很多的旅游嘛，你情绪一定要是什么，然后动不动就得备课的话，不行。开始。Thank you.
Nice. Thank you.
所以哦，所以每天都可以喝酒开车，喝酒爽啊！你喜欢吃冰？啊，真好。怎么样？你有好眼，你也不是说有好眼睛。我有眼睛啊。对，你有眼睛。太棒了。还好我有养两只眼睛。